陈松伶呢日为 TVB 嘅音乐节目录影，着住高踭鞋嘅松松就好似有啲寸步难行、哦。其实我平常就是拖鞋啦，还有上班的时候就是拖鞋啦，或者是球鞋啦，就很少穿那么高的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的好朋友 Sharon 她实在太高了，我说我不能比你矮，然后我就弄得比她高的话，弄得跟她一样高的话，我就要好牺牲啊，连走路都走不了。难得呢次嚟客串做主持，但系松松就竟然连自己嘅首本名曲都唱唔到啊！今天敏智就是陈文基 Sharon， 敏智就说赶快你不要只是主持四集，多主持多几集，然后我们就当时是唱卡拉 OK 在这里好过。他说我说这版权那么难拿的话，倒不如我们真的是去卡拉 OK 好了。你知道这个 copyright 原来真的是好难拿，连我乌啾啾都拿不了，所以现在唱不到乌啾啾，我也觉得好奇怪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的版权就是要 check 那个版权，但是今天已经 check 了，那个乌啾啾是唱不了，那好可惜哦。